大家好，我是徐老师。今天我们来讲2019年 AMC 12B。好，我们看第一题。第一题它是这一年 AMC 10的第一题，然后第二题呢，它也是这一年 AMC 10的第二题。好，那我们看，直接看第三题吧。前面的题大家可以看我之前讲解的 AMC 10的视频。第三题，Which one of the following rigid transformation maps the line segment AB onto the line segment A 撇 B 撇，so that image of A 负二一 is A prime 二负一。然后 the image 负一，负二一在这儿，负二一，然后 image 负一四会在一负四。那么实际上，这个它就是绕着原点做了一个对称嘛。那实际上应该是 clockwise rotation about the origin by 180度。然后第四题是第六题，第五题是第七题，第六题是第十题，第七题是13题。它们确实有很多重复，AMC 和十二。好，第八题，What's the value of the sum？这些个加起来，那我们首先代入吧。我们看到 f 这个会等于2019这个的平方，再乘以这个减这个是2019/2018的平方。这个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算一下这个的话，这个也会等于2019分之一的平方加上20乘以2019/2018的平方，这两个是相等的，所以这个首尾是可以约掉的，然后这个跟这个也是相等的，它这里总共有2018个数，所以刚好两两配对，所以就互相 cancel 了，最后答案是零。第九题，For how many integral values of x can a for how many integral values of x can a triangle of positive area be formed having the side lengths 这个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实际上是等于 log2x 的二分之一。我们可以假设 log2x 等于 a 吧，简单一点。那么就是 a 二分之一 a 和三。那么首先我们实际上有a 加上二分之一 a 必须要大于三，那么就算出来 a 要大于二，也就是说 x 必须得大于四。那么另外呢，如果 a 是那个最大的，我们就有二分之一 a 加上三必须要大于 a，所以说这个就有 a 小于六。a 小于六的话，对应的就是 x 必须要小于二的六次方，就是64，所以 x 可以取五一直到63，那么就是59个数字。第十题。The figure below is a map show 12 cities and 17 roads connecting certain pair of cities. Paula wished to travel along 13 roads starting at A ending at L without traveling along any portion of a road more than once. 然后 city 是可以的。How many different routes can Paula take? 那我们试一下吧，它要13条，实际上条件是挺高的，它可以这样，然后再到这儿，然后就只能上去了，再下来，再到这儿，这个刚好是 miss 了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而实际上大家试过几次就发现，实际上只有这么一种，但是呢，它在这个点，它既可以顺时针的走一圈，也可以逆时针的走一圈，所以有两种。然后走到这个点之后呢，它也可以顺时针的走一圈，它也可以逆时针的走一圈，所以也有两种，那么就是2乘以2等于四种，而四种已经是最多了，所以肯定就是答案了。好，第11题，How many unordered pair of edge of a given cube determine a plane？就是有多少个 pair of edge can determine a plane？那我们就考虑，比如说，它这样四个
四条平行的四个 edge。那么这种的话，你任意四个里面选两个，都是可以 determine 一个 plane 的。那这样就可以 determine 六个 plane。那这种四个平行的，它有三组嘛？有三组，那么就6×3=18。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，这么一个 plane 里面，随便两条线都可以 determine 一个 plane。那么这种的话也是有四条里面选两个，但是刚才已经考虑过了这种两两对面的这种情况，所以就要减掉这两种，或者说你可以认为随便两条夹起来的边会决定一个面。那么实际上这种情况下它就有四种，然后这样的话有六个面乘以六，这个又有24种，所以加起来就有42种。好，第十二题，right triangle ACD with ABC right triangle with length E as shown, so that the two triangle have the equal perimeter. What is sine 2倍的BAD？sine 2倍的BAD，然后它们两个的 perimeter 是一样的。那么我们这就有这个加这个。加起来等于二，那这个是根号二，我们可以假设这个是 x，这个是 y，我们就有 x+y=2，然后呢y 方减掉 x 方等于根号二的平方就等于二，所以根据这个我们有 y+x=2，x+y=2，所以 y 减 x 就等于一，所以我们就有根据这两个又可以算出来 y 等于2/3，x 等于1/2。这个是2/3，然后现在问的是，那这个是 theta 的话，我们就有，如果这个小角是 theta 的话，那我们这个是45度，所以这个 sin 2倍的角 BAD，这个是等于 sin，BAD 是45加上 theta，那乘以2就是90加上2倍的 theta，这个我们知道一个 sin。比如说一个 sin 角 A 吧，再加上一个90度，会等于，这个会等于 cosine，这个 sin 这个角会等于 cosine 的两 theta，cosine 两 theta 我们可以用两倍的 cosine 的平方减一，然后 cosine 的平方这里我们用 cosine theta 是有根号二除以二分之。根号二除以2/3，那么 cosine 的平方就等于二除以49，等于9/8，9/8再乘以二减掉一，就等于9/16减一，就等于9/7。对，答案就是9/7。好，第十三题，十三题是这一年的第17题，之前我们也讲过了。第14题是这一年的19题，这个我们没讲过，我们就讲一下吧。Let S be the set of all positive integer divisor of 这个。How many numbers are the product of two distinct elements of S？那实际上 S 里面每一个数字，它 S 是一个 set，里面每一个数字呢都可以写成。二的 x 次方乘以五的 y 次方，而这个 x 呢是小于等于零，大于等于零到五之间，然后这个 y 呢也是零到五之间的 integer，然后那两个数字乘起来，而且要不一样，那实际上就是二的 a 次方五的 b 次方乘上二的 c 次方乘以五的 d 次方，这个。最多就是，二的十次方和五的十次方，最小就是0,0嘛，所以它就是有，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有10+1，因为二的次方可以取0到10，这是一种，五的次方也可以取0到10，这是一种，所以总共就是121种，但是我们要考虑，它说是 two distinct element of S。就比如说你一的话，它只能是一乘以一嘛，那一就不行。还有这个最大的
2的10次乘以5的10次，它只能是这个乘这个，就这个100,000 times 100,000，所以这个也不行。实际上还有一个2的10次方，它只能是2的5次乘以2的5次，还有这个5的10次方，它是5的10次方，它是5的5次乘以5的5次，它实际上有四个是不能 not a product of two distinct number，只能是两个一样的数字乘起来，所以还再减掉四个，那就是117个。好，第十五题，第十五题是这一年的第20题，我们也来讲一下吧。他说这个 AB 等于 BC 等于 CD 等于二，three semicircle of radius one，AEB 这个 have their diameter on AD and are tangent to line EFG 给连一下。A circle of radius two，这个大圆它的 radius 是 two。The area of region inside circle but outside the three semicircle in the shaded area 是可以写成这个，那么 A、B、C、D 分别是什么呢？那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先考虑把它分成三块，第一块这个半圆，那就是派乘以二的平方除以二，就是两派，然后考虑这两块，这两块它实际上是一个用一个一乘以一的正方形。就一乘以一的正方形减掉一个四分之一元，四分之一派乘以一的平方，这样的有一块、两块、三块、四块，那整体再乘以四，这个就等于四减派。最后呢，底下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，我们画一下吧，这个是一，这个是二，那这个就是根号三。实际上它是一个三分之一元派乘以二的平方乘以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元减掉这个大三角形，这个三角形是根号三，两倍的根号三乘以一除以二，就是根号三乘以一，所以就等于三分之四派减根号三，所以把它们三个都加起来的话，就会是这是二派减派等于派，三分之七派，然后加上四。减掉根号三，所以就是三分之七派减掉根号三加上四，所以 a 加 b 加 c 加 d 加起来就是17。好，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吧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